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角色软媒攻略，星穹铁道软媒击破真伤的价值论，软媒配对光锥仪器浅谈软媒作为击破真伤拐对队伍的提升实战注意事项。软媒是一个核心特点为击破的角色，高额的击破特工不仅能提高战绩最高 68% 的高额增伤，还能增加大招的控制时间和缠绵战的爆炸伤害，所以击破特工是软媒最关键的属性。局外160是能吃满型第三能力给战绩增伤的最低阈值。既然如此，攻略的开始让我们用最简单易懂的几句话简单抬过搭关键技能的重点。软媒的战绩释放战绩之后，软媒将化为一个辐射队友的中心立场，持续自身回合数的三回合，辐射到的队友享受增伤 32%， 弱点击破效率 50%。 这里的弱点击破效率是现阶段多一份可以提高击破效率的技能。软媒的大招释放大招之后，软媒将化为一个辐射队友的中心立场，持续自身回合了两回合，辐射到的队友享受全属性抗性传授提高 25%，就是稀缺的高位增伤，并且对队友攻击的敌人施加名为弹眉战的标记，这个标记会从敌人破盾后恢复的瞬间触发，破盾触发时敌人会大幅延后他的行动，就类似冻结会延后 50% 左右，并且爆炸产生软眉击破特攻值相关的伤害。打造的标记是一个相当强硬的控制，敌人被破盾几乎等于大动脉出血，会长期处于被弱点击破状态，尤其是在 DOT 队里，对于敌人来说非常致命。破盾的推条正常练的都软没操作下，敌人会很长时间处于被控制的状态，高难度的攻坚战中己方的生存压力将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击破伤害会变得非常高，搭配200左右击破特供的击破流银狼，银狼的大招击破瞬时伤害会达到10万多，量子纠缠苏醒伤害也会达到10万多，光是击破的附加伤害值有软媒的情况下就能达到高额的20多万。由此可以看出，击破通加成的套装是软媒首选的套装之一，盗贼套也就是成为了不错的选择。内圈可以选择继续堆叠击破特工，让软媒击破破盾和大招的收益最大化，大招还是卡手的话也可以选择回能套，也就是内圈的生命的文瓦克、内圈的龙骨道，或者是有净流的时候带匹透康尼也是不错的选择。绳子是一定是冲得省的，进入混沌毁誉之后第一个回合一个平 A 就能直接开出大招，配合霍霍一类的充能位基本可以做到大招不卡手。为面球和躯干首选生命值和防御力的，保证软媒的生存的脚步是速度，最好满足速度大于145，能吃到内宣盗贼公国内宣的加强特效。阵容上的选择，软媒适配的 C 位净流卡夫卡是很适合软媒的队友，净流很吃软媒提供的增伤，尤其是净流布洛尼亚和软媒的组合对净流的提升非常大，软媒提供的抗性穿透还有一命的无视防御力还有增伤等特性让理好道德队，所以对卡夫卡的提升也非常大。因为道德队一般都缺少增伤区间，但是软媒提供的这些增益效果都是道德队稀缺的。不过要注意的是，软媒大招缠媒战的破盾推跳延迟会累死冻结冰冻的状态，吃掉敌人身上的敌霸我持续回合数，所以要插好时机发动卡夫卡的引爆效果，尽量打出最大伤害。总之软媒是个泛用性很强的辅助，几乎多 C 的阵容都可以换成软媒。软媒主推霍霍，因为霍霍是一个回能的丰饶位，霍霍的重击技可以给队内的角色回能非常多，就正是软媒最需要的回能手段之一。有霍霍在，软媒的操作上会舒服很多。光锥这里只推荐两个，一个是镜中酷，镜中酷是软媒的专武，专武非常超模，但是它也很专。由于该光锥跟击破特攻值相关，不建议抽取，仅作为其他通邪角色的替代光锥使用。即镜中酷我他不仅自带高额的击破特攻，还提供全队的增伤覆盖，软媒释放大招还提供额外的战绩点，甚至是软媒最缺乏的回能也涵盖了。第二个推荐呢，就是记忆中的模样，这个光锥回能击破都有，而且点影舞的记忆中的模样不输于专属光锥的击破特攻数次，是非常完美的下位替代。最后软媒的命主相关，没有命这只软媒就是完全软媒的一命，终结技开启后会额外提供无视防御的全体增益。软媒有了一命之后，对道德队来说，星魂一的性价比很高，是非常不错，并有凑虚价值的一个星魂。
本梅的暗命属于后肢的蒸伤区，要想享受蒸伤，就要打出破刃的破盾状态。一场战斗中，敌方处于弱点击破状态的时间终归是有限的，而且这个暗命属于后肢的蒸伤，这个行火的提升终归中矩。四命提高了软梅自身的击破特攻值，不仅能提高击破破盾时软梅大招的附加伤害，还能增加推时推条的效果，控制时间拉满。星火六基本可以做到软梅的大招全程全覆盖，而且击破特攻的倍率高额提升，会大大的提高队伍的破盾伤害，破盾伤害会变得尤为可观。星火六使软梅从辅助位摇身一变成为队伍里打击破输出的核心位，同时软梅对全队的增伤和抗型穿透等加成还是那个甜头。软梅虽然以击破和破刃为擅长的领域特立独行，但是他目前提供最稀缺的增伤和抗型穿透，这才是他成为泛用性最佳的五星通邪位的真谛。我要小瞧软梅作为击破拐在队伍中垂的太作用，他往往会在最出乎意料的地方提供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游戏日益往多 C 多输出的阵容过渡的对战环境里，软梅的地位也会随着更多凶美大 C 的加入而愈发坚挺，变得难以动摇。记得关注再走哦。